共谱捐赠感谢会活动典礼开始。雨季来临，最令人担忧的是莫过于排水不良导致积水。科工馆建馆二十几年来，排水设备也存在着老旧与故障的隐忧。感谢社会上优良的企业与科工馆合作，共谱云端智慧客服平台计划，捐赠给本馆一套智慧型云端泼水系统，设置在现在的地点，我们这个会场地点，并且以共谱与生活的展示，让民众可以近距离参观，也让科工馆的设备维护人员在雨天时不必再忧心忡忡，透过物联网即可得知共谱运转的状态，可以安心工作。首先，我们要介绍今天参加典礼的贵宾们：和建电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方博仪总经理。荣营业经理，神通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吕运鹏资深处长，朱威智博士资深经理，陈喜元专案经理，有名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吴宗龙经理，天眼卫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永庆协理，何健方总，我们神通资深处长，还有我们这个吴经理，还有天眼卫星科技，我们协理以及我们四家伙伴厂商的优秀的同仁，还有科工馆的伙伴以及在座的各位媒体记者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今天呢，对科工馆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写历史的日子，因为我们在科工馆的这么宽广的园区里面，这个地方呢算是科工馆最低的地方，我们这里其实是地下一楼。当初建筑师所以这样的规划，当然它是从整个民众到了这么庞大量体的博物馆的时候，他的视野的这些考虑，所以这个地方就向下挖了一层，所以其实从这个地方到那里，这边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称它叫科技大道。其实当时的设计理念里头，它是一个桥，这个桥呢？连接什么？连接人文与科技，它的基本设计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实际应用起来的时候呢，发现它就像两个大的水，那个水盆，水盆。所以下雨的时候，那个水就往这两个地方跑。然后怎么办呢？用马达向外抽，向外抽。其实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理论上没什么问题，因为进了水，然后往外抽嘛。但是实际运作的时候呢，其实挑战非常大，所以在这个十几年前就曾经发生这个地方的水来不及排，然后呢，差一点点，整个水就淹到整个展场，尤其地下室那里有很多重要的设施，很多重要的设施。因此，当科技不断的进步，科工馆非常有福气，能够认识了这个何建方总这边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事实上也变成非常好的朋友，就是除了
这一个专业上的大家交流以外，大家在各个方面上，我觉得我们的磁场好像很近，磁场很近，这不是什么对错，就是大家在谈事情的时候，怎么运用科技可以来让这个馆呢越来越好？尤其你看它叫科学工艺博物馆，是科技的博物馆。那科技的博物馆呢，碰到大水的时候，它还用很传统的方式在处理这些问题，听起来就好像有一点点不太对劲。所以当这个方总提出结合我们这一个神通还有这一个我们有名还有天眼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一听我就觉得这是好东西啦，这是好东西所以很谢谢我们四位伙伴厂商愿意选择科工馆把四个厂商所激荡出来的这种跨域整合的这么好的 idea 呢，在这个地方去做推广跟应用我相信呢这样的一个组合是可以创造这个未来在科工馆的营运上面给我们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帮助，至少我可以用十几年前谢长廷市长当市长的时候，高雄市面临最大的水灾那一次的感受来说未来的所长碰到下大雨的时候他可以安心可以安心这个因为十几年前呢，我跟我们的馆长真的非常不安心，睡不安稳，所以那一天晚上我就睡在博物馆里面。其实说睡在博物馆根本也没睡着，你知道吗？整天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我很期待很期待透过今天各位媒体记者朋友的帮忙，能够把这么样的一个好东西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尤其更多有需要的人。那科工馆是一个文化教育的场域，我们进一步的会来安排这样的设施，其实是很生活化的。科工馆呢，它身为一个博物馆，我们希望它能够发挥博物馆的科普教育的功能，所以这样的安排呢，我们会进一步的让未来参观的民众去了解到这些沉水式的这种矿埠它的一些科学的原理，以及这一次合作方案里头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让更多的亲子除了来科工馆看里面的展览以外，在户外也有非常好的科普的知识可以来什么开拓视野所以再度代表科工馆感谢我们四家伙伴厂商，谢谢你们的创意感谢你们愿意把这么好的东西来捐给科工馆这我要特别说明一下他们这个计划这个所用到的这些设施他们都免费的捐赠给科工馆，所以我们有今天的安排办理一个捐赠的仪式这也是我们四家的伙伴厂商呢对于政府所积极提倡的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的一个体现非常感谢再度代表科工馆的全体同仁也祝福我们四家厂商全体的员工都能够平安健康喜乐，祝福大家，感谢，谢谢各位媒体朋友，谢谢，谢谢陈馆长，那以及我们的伙伴们神通有名以及天眼公司，以及在场的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那今天是一个非常风和日丽的一个好天气的那也是我今天才知道说今天是我们节气里面的夏至所以说今天的节气特别深具意义那首先我们先讲到说今天非常感谢馆方来筹备这一次的抗洪捐赠仪式，那让我们感受到十分的荣幸
荣幸。那我想说，先来讲一下为什么有这样子的缘分，能够以捐赠胖虎给科公馆。那首先呢，这里有三个缘故。那首先，科公馆位于高雄市的三民区，它的占地非常的大，它有19公顷。在这么多的公园绿带里面，它其实它肩负着海绵城市的一个吸附雨水的一个功能，所以在展馆的四周呢，都有很多的雨水的一个集水池。那在馆区里面，它也有很多的污水的一个处理厂。那所以说，在这里面，其实在馆场里面大大小小的胖虎安装了100多颗。对了，那可见呢，在10多年前呢，就已经透过工程商把胖虎就已经施作安装在里面了。所以这一份缘分，其实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重。那在第二，我想在盖馆长又提到，在一次的机会底下呢，2年前馆长跟主任们也过来参观何建公司，那对于何建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生产流程留下很好的印象。那胖虎呢，在与水资源的应用与开发有进一步的了解，而馆方非常的贴心，也送我们很多的参观的票券，让我们过来这里，看到很多科公馆对于科普教育的一个用心。就这样子，我们更加认识了一个彼此。那第三，何建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在重视着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对于儿童教育和关怀偏乡弱势列为回馈的一个重点。科公馆是在国内三大的科学博物馆之一，而且更是国内以科学、工艺、教育启蒙的一个场域，那培育民众动手学习和启发科学的一个认知。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跟我一样，也曾带着小孩来这边看展览、体验设施，这都是我们身为家长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经验。那今天呢，能够把自己生产的胖虎安装在这里，直接回馈教育单位，我觉得更加深具意义。那做善事当然要共襄盛举啊，团结力量大。所以说这一次我们有4家厂商的一个联合捐赠，那除了何建的胖虎以外呢，我们结合有名的一个智慧控盘跟工程施工，那神通公司的一个系统整合规划，以及天眼的软体开发，那一起来共襄盛举，完善一套智能化的一个胖虎排水系统，彻底的改善这边剧院广场的一个区块的一个排水的淹水的一个隐忧，来确保整个展馆的那个设备安全。那最后我来简介一下何建公司跟产品的应用。那何建公司是国内的一个沉水胖虎的领导品牌之一，那发展到今天也有40多年的历史，在国内有着非常广大的一个爱用者，我们外销有60多个国家，品质优异，而且荣获多项的台湾金品奖。近年来更致力于水资源开发运用，从污水处理到回收水的再生使用。像去年淹水缺水，去年的缺水非常严重的一个底下，各地都有一些轮流的停水，对于开发河川的浮流水以及海水淡化厂等，都有相当多的交货时机。以及最近雨季即将来临，很多的防洪抽水站，例如这附近的宝业里的志宏池公园，以及去年刚完工的七贤抽水站的更新设备，何建胖虎都参与其中，对于容易淹水的一个区域来做一个危险的一个排除，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人不可以一日没有水，跟水资源有关的永续使用是人类生活和产业发展的重要课题。胖虎科技美好未来 Make Future Flow 是我们的愿景。作为胖虎作为水资源运输的重要设备，何建将不断地进化胖虎科技，那结合智慧制造与应用，设计出更完善的胖虎，以提升更为便利的用水环境，让水资源能够永续的循环，带给人们更加的一个美好未来。谢谢。那以上感谢各位的聆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吕运鹏资深处长为我们致辞，欢迎吕处长。方总，然后有一个吴经理，还有那个天眼卫星科技的
个协调。那这个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我们其实哈、哦，刚刚听那个馆长讲说，非常感谢四家厂商来捐赠的那个科工馆这样的一套的一个智慧方法的一个系统。其实反馈回来，我们四家厂商其实应该是感谢科工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在这边可以去实现我们那个智慧生活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是一个那个资讯科技的一些厂商，当然对于资讯科技的一些发展，我们可能的脚步会比一般的制造业或是政府机关的反应会快一点。当我们在研发一些新的一些资讯科技的时候，其实最重要是找用在哪，用什么事情。同样的，这个事情我们曾经有跟那个内湖的污水站有讨论过。当然他们对于我们所提出来的这些想法，他们也是就是觉得蛮有吸引力的，但是因为决策系统的复杂，好，所以到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成型。好，所以这我们非常感谢科工馆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且在决策过程非常的快，好，所以我们在那个申请政府经济部的一些计划里面啊，很快速的就能够去落实。那我们在发展一些资讯科技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要用在提升那个整个产业的一个产值，或者提升人民的一个生活品质的用途上面。那我们现在经过那个何建方总的一些推荐，那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资讯科技跟人工智慧上面的一些能力应用在棒浦上面，让棒浦的未来可以更智慧化。一般棒浦啊，传统的棒浦呢，就是抽水，有电就抽水，没电就不抽水，坏掉它也不抽水。但是呢，经过我们的那些那个资讯科技的一些加持之后呢，它坏掉之前，它告诉我，我快坏掉了，啊，抽水抽完了，它告诉你，我抽完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一些决策或是运用，包括汛期的时候，有些棒浦要调配，啊，从 A 区换到 B 区 ，B 区换到 C 区，就是调配。但是你知道调谁，调哪一个棒浦，那你就必须要了解说哪一个棒浦的状况是比较好，然后你的预测它的整个那个水流是往什么方向的。我想这结合气象科技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其实，发展这些科技呢，其实对我们来讲不难。但是难在就我们该用在什么用途上面，有谁了解说这个科技对他们非常重要，他们也愿意来引用。所以通常隔行如隔山呐、啊。好，换一行呢，到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并不了解。但是我们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需要应用的时候，要花很多的一些精神，花很多的一些口水去说服说。啊，这个用其实对人最有好处。但是我非常感谢陈馆长对这方面的一个敏感度是非常高的。就我们对于政府官员的了解来讲，这边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计划上面去应用，我们非常乐意，也配合方总的一些脚步，我们把我们所在这个计划里面所有产出的一些产品跟产出的一些系统，我们都无偿捐赠给科工馆。未来如果科工馆还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我想我们各四家厂商应该非常乐意，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非常乐意再继续配合。那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非常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这个科工馆，然后看着科工馆这么大的一个环境，要维持这么大的一个环境里面的一些运作，还有能够去担任好志宏池的这些角色，其实还是蛮辛苦。谢谢陈馆长，好，谢谢各位，谢谢。公司吴宗荣经理为我们致辞，欢迎吴经理。安葬。那各位在场的先进以及漂亮的美女记者以及帅哥记者们，那今天呢，首先我代表我们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很荣幸的参与此次的一个专案服务。那我公司的角色其实很简单，你只要在上面有看到有箭头的地方，就是由本公司来做服务，因为我本公司是一个环境
环境工程领域的一个专业单位。所以刚刚馆长所提到的他所担心的事情我都能深刻体会，因为我的手机是24小时 standby 的，所以馆长说他很怕淹水，其实我也很怕淹水。那我们这个专案计划其实大概分为四大工艺两大领域。四大工艺呢，其实我们这四家公司是不同的工艺，但是呢我们是两大领域。然后何建跟友宁，我们是属于基础工程的，是属于基础工程。那神通跟天眼他们是属于未来工程，也就是属于现代工程。基础工程跟现代工程要怎么结合？那在这个因缘际会下，那当然就是由我环境工程公司来帮他们建立起这个桥梁。那今天何建其实他们的品质在我们业界是算不错的，但是今天我们应该将我们所有的灾害控管提升到灾害预防，再从灾害预防提升到事故预知。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专案的一个主轴精神。那今天我们很感谢馆长能给我们这一个场域，让我们这四家公司能贡献所学。那我想在未来的路上，只要馆长这边一句话，我想我们这些伙伴们一定会全力以赴。那当然，因为我本公司是环境工程公司，我本身也是有环境教育人员的资格，所以呢我都还可以当志工。那最终呢还是要感谢科工馆提供这么好的场域来教育大众，感谢科工馆，谢谢。谢谢吴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永庆协理为我们致辞，欢迎李协理。谢谢在座各位。那馆长何建的总经理，还有神通的部长，还有我们的伙伴，他在座的媒体各位朋友，大家早，大家午安。那我是天元卫星科技的李永庆协理，那今天很荣幸代表天元卫星科技来参加这个捐赠仪式。那首先先讲到这个案子的起源。那天元卫星科技公司主要是主要的专长在系统跟硬体之间整合，尤其是整合在车队管理跟一些 device 跟 sensor 的一个传输的方面。那因此我们对所谓温度的监控啊，所谓速度的感知啊，电流的感知，这个我们常有的设备，不过我们都是装在车上。那神通这边在邀请我们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第一次把这一个技术放在所谓的棒子上面，这是一个跨领域的一个使用那我们也觉得还蛮真的是很新鲜很有趣，所以我们大家说好，那来试试看。那也谢谢科工馆这边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做这个服务。那当时我对科工馆的印象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所谓挖地形式的，那在台中的科学博物馆是平面式的，但是台中有一个地方跟这边的一样是挖地的设计，那叫秋红谷。可是秋红谷本身在都市计划的过程当中，当然它有一些历史缘故，最后它变成一个都市防灾滞洪池。可是它的角色跟科工馆有不同，它可以淹水牺牲掉，但是这边应该是没有办法所谓的淹水牺牲掉，除非说发生到非常夸张的一个强降雨量那所以这个棒浦就对科工馆来说就非常重要。那因此天元卫星科技在神通还有何建的一个邀请之下，那还有一起跟我们这边来参与这一次的一个系统整合跟设计。那当然像刚刚永明这边的长官所提到，他箭头上面是看得到的，那天元卫星科技呢负责就是所谓看不到的部分。看不到的部分所有的资料我们当然知道温度计加一下那温度计怎么从把这个温度的数字及时回传到远端去那这个电流现在是不是过高了，这时候怎么从现场回传到云端去。那刚刚馆长提到当你淹水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同仁在现场拿着湿抹布在擦那个马达，避免它过热，因为过热马达一停掉就不抽水，那这时候淹水的状况就更严重。
那透过现在的科技整合之后，所长可以在自己的卧室里面看着电视就好，你不用同仁在现场再去帮他降温哈、哦。所以只要温度过高，那电流异常，那我们就可以到现场。那这边也要也要感谢神通这边哦。那神通这边针对所谓的电流液啊，跟和建他们做的合作，那给我们这个系统厂商直接回来，那系统来发动触发这个冷浪的一个涡轮的机制，让我们的管方这边可以快速的看到这个温度是太高了，那电压是过一直在空转的，好、哦、来做一个紧急的应变。所以天眼科技能在这次的机会当中做一个所谓三尽一个社会企业责任的部分，其实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荣幸跟光荣了哈。那再次谢谢馆长，还有和建跟神童，还有我们伙伴，好、哦，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合作来完成了这一项的一个捐赠的一个仪式，跟所有技术跟硬件整合。那谢谢在座的媒体朋友，谢谢。这个陈水是放口捐赠展谢会留下一个纪念与见证。我拿这一块。好，我们请看左边的镜头。好，看前方。看前方的镜头，请看左边的镜头，请看右边的镜头。好，我们再看一下中间的镜头。谢谢各位长官。是一个六六大顺机关所，希望在场的企业营运大顺，研发大顺。首先邀请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陈俊祥馆长上台，我们代表科工馆致赠感谢状。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和建电机工程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方博仪总经理上台，代表接受。致赠文创商品。和建踏步美好未来，谢谢。谢谢方总经理。接着邀请神通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吕运宏资深处长上台，代表接受。致赠文创商品。感谢吕处长。接着邀请永明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吴宗荣经理上台，代表接受。致赠文创商品。污水处理有名有利。感谢吴经理。接着邀请天眼卫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永庆协理上台，代表接受。致赠文创商品。天南地北，眼界开阔。谢谢李协理，我们好，大家请看中间的箭头。请看左边的箭头。请看右边的箭头。没有。站。好，来。请看中间的箭头。OK。李晨。首先我要谢谢我们今天与会的四个伙伴
这个包括我们和建啊，和建电机，还有我们神通，哦，神通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哦，非常有名的哎资讯科技公司，还有我们有名工程顾问公司以及天眼卫星科技公司。啊，非常感谢啊，他们四家伙伴厂商，好、哦、啊，能够看上客工馆这一个啊优质的场域，那么共同发挥创意，整合各自的专长，那么结合成一套非常好的管理的系统，对于客工馆未来的营运管理，尤其面对啊强降雨这个事情呢。啊，我想客工馆的所长哈、哦，未来睡觉会睡得比较安稳。我记得啊、谢长廷谢市长当高雄市市长的时候，那时候发生了一个啊、高雄市大淹水。那一天晚上我就是在客工馆、啊、我那个三楼副馆长的办公室，哎，晚上我在那边过夜的。这个地方，哈、哦，这个地方，整个水都上来了。那么它的设计呢，是从这里有一些水也淹过这一个阶梯，跑到那边去。那个地方呢，有两个沉箱，就是水箱，在下面。碰扑呢往外抽，进水大于进水的量大于出去的，所以水就一直上来。那么水呢就淹到啊、各位媒体记者后面的那个阶梯上面，我们眼看着那个水啊就要进到里面去了，啊、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祈祷是没有用的，所以当时啊我们有一位同仁哈、哦，现在在秘书室非常优秀的一位同仁格子哈、哦，他当时突然去拿了一些那个雨衣啊。雨衣哦，去磅布，去翻，台一边啊，讲哦，就在门里头放上去，然后用这个砖头遮起来，阻挡了一阵子，最后水还是进去，还好，少部分。当时老天可能灵敏，科工馆呐、啊，那个水就降下来。哦，这件代志吼，我惊一个吼，讲未来要安那把这个积水哈、哦，这个来不及排这个事情啊。长期的做一个处理，哦，那其实一直没有很完善的一个制度，但是我们有是有因应的配套。那一天晚上啊，我的一个继正孙继正，我印象还非常深刻哦。那个后面控制的那个，因为马达电啊，那个开关啊，刮烫，你知道吗？刮烫哦，我在现场，然后呢？他就用那个抹布沾水哈，啊底下捂了，因为怕什么？怕跳电。那如果一跳电哦，那整个就垮了啦哦。后来很顺利的过去，所以我对于今天这个捐赠的仪式啊，特别有感觉啦，特别有感觉哦。在这一个和建方总啊，整合了我们啊这一个另外三位伙伴厂商哦。结合现代的科技云端的系统，哦，还有核建的那个马达，哦，那个马达啊，非常非常优质的，整合出这样的一个系统啊，其实它本身呢、啊，啊，在这个地方发挥功能，我觉得最大的期盼呢，就是我们台湾厂商啊所创造出来的这一套非常实用的，而且管理都可以在这个办公室看这个资 data， 还可以预防哦，还可以预防，啊，非常好的科学的管理哦。那么希望他们四位伙伴结合出来的这个新的这个整合的团队哦，未来能够输出啦。未来能够输出，那是我讲的意思，就是输出科工馆以外的台湾任何地方，输出到台湾以外的更多的地方。哦，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厂商实力啊，从这个案例里头，我非常有感觉，哦，非常有感觉，因为当时，我就是淹大水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地方，哦，哎，最后拢聊过，我告讲，啊，就非常担心呐，非常担心，哦，那所以今天呢、啊，这个哎，谢谢我同仁这样的安排，哦，再度谢谢，而且感谢各位媒体。
你们起得这么早，愿意来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全国的一个典范，是一个典范，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安排，未来就有类似需求的赶快来找他们，好，好吧，谢谢大家，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谢谢。好的，监控的部分一般我们现在在使用一些棒浦的时候，常常在下大雨的时候就发现要抽水是棒浦的关键，那好的时候就不会下，不会淹水，常常都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其实是应用一些人工智慧的一些科技，因为现在人工智慧的蓬勃发展，那我们在棒浦上面透过方总他们的协助，在棒浦上面装一些感应器，那透过这些感应器去侦测一些电流啊、温度啊，那我们经过人工智慧的演算法运算，就能够去预测这个棒浦它什么时候可能会坏掉，那也可以这个去了解说这个水抽完了棒浦就该停了，要不然以往都是等那个温度升高的时候它自动断电，那这样子会造成棒浦的损坏，那我们这些其实是透过一些人工智慧技术，然后要结合那个天文卫星还有那个人工程，他们把整个系统都上了云端，那所以刚刚那个馆长有说啊，就是整个系统其实在办公室就可以看到清楚，就可以去做监控，就可以了解所有棒浦现在的一些状况，那这样子还可以在整个尤其现在汛期快到了，台风期快到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知道说我现在棒浦各个棒浦现在的状况，那未来如果真的是那个有预测它快要故障的时候，我们会及早更换，在汛期的时候能够减少灾害，这个就是我们当时设计的方法跟想法。谢谢，谢谢，谢谢。